别笑了，当心真把儿子惹生气了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哄他。他气我的时候，你就跟他一块嘲笑我，现在我只笑了他一声，你就帮着他打我。双双，咱不带这样的，你就算再喜欢他，也要稍带喜欢我一下，毕竟没有我的付出，能有他这小子出生吗？闭嘴吧你，你转过头去，我拿东西，不许偷看啊。不偷看。这是灵泉水，喝了能够激发潜能，你试试看。他一次喝下一杯会不会有事儿啊？不会有事，只有一次性喝下一杯才能更好的激发潜能。如果他体内没有五行属性的潜能存在，那这杯过量的灵泉水最多也只会让他身体负荷不了，出现肌肤崩裂、大量出血的情况，不会死人呐。感情在你那里，不会死人就叫不会出事儿啊。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两分钟了，已经坚持两分钟了，再坚持三分钟就好了。秦雨峰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你要是现在就昏过去了，那就功亏一篑了。不能晕，我儿子还需要我呢，我不能晕过去，绝对不能。他的美，他的娇俏，他的活泼可爱，他的霸气冷傲，他似乎有千种模样，可是每一面都散发着可怕的吸引力，引着我一步步走向沉沦。我怎么能晕过去呢？我要是晕过去了，这么好的媳妇就要抛弃我另寻别人了，到时候只能像一只蝼蚁一样趴在地上仰望着他与他的守护者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。我别说做他的夫君，我连做他的追随者都不够格，只能与他渐行渐远。他还会担心我教养不好汤圆，于是霸道地将汤圆从我身边抢走，然后让他的守护者取代我这个父亲的位置，然后他们俩就得做父母的会毫不留恋地带着汤圆离开这个时空。今生今世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母子俩一面，没有爱妻相伴左右，没有爱子承欢膝下，这样的未来我怎么能甘心？